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半仙，欢迎收看今天的金铲铲之战。这次咱们拿的强化是德莱文战争财宝三，在击杀一名敌方单位时，有 40% 的几率掉落令人惊异的战利品。哦，也掉啊，你倒是掉啊。那这次没掉，那我就嘎了。而且咱们拿的是禁魔石森林，获得三个基础装备锻造器。我先不着急，得，这又是什么皮尔特沃夫？咱们得能打得赢才可以啊，要不然咱们就抱着试的态度跟网上面升一升，干掉一个，咱们拿到好东西的几率就多一分。这还有凯尔，我看这凯尔登刃长街，攻击距离，哎呦。先给他带好。还有没有邓马西亚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瞅一瞅这里面反曲之弓，拿一个；再瞅一瞅这里面无用大棒；再瞅一瞅这里面无用大棒，然后把这好东西都去给凯尔带上。又来个波比，拿吧。崔斯塔纳，先把他给撤回来，把小炮站着。730的血，这720的血，看看这攻击力，50，这68。差不多，嘿咻，抽他就完了。反正咱们这凯尔只要攻速就可以了。你看这伤害，这小伤害 ，biu， 还有一个。约德尔人现在合出来也没什么用，赶快来德玛西亚，凑出来一个德玛西亚，慢慢再往上面升级，这才是重中之重。德玛西亚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反曲之弓，再来一个，那咱们就三个鬼锁狂暴之刃了。好吧，他没有了。没有的话，咱们可以考虑腹肌斗篷，腹肌斗篷也没有了。腹肌斗篷也没有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全套。OK。我想我们是在战斗吧。这来的都是啥玩意儿啊？凑出来三约的二人会获得10×星级的攻击速度。啊，那这样还可以哈。攻速还加了一点点，不要白不要，要了不白要。这个先退休吧。你好坏哟，来，他输了。你这还想干嘛呀？还想和我过两招？来个科加斯。这给站到这儿。有什么问题，让他先去打崔斯塔纳。哎，咱们就是玩。
39额外的魔法伤害，这如果给他带个主光护手，呦呦呦，这是吃连跪的。然后拿到对冲基金，可以的，很会玩。这一次只给一个金币啊，因为我看到别人在打架的时候掉了一个英雄复制器，所以这让我想到了玩一下德莱文的这个强化战争财宝，结果给我搞这种东东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良心不会痛吗？我要上楼，占个这个吧。哇塞，这次直接拿了两个堡垒卫士，那他这个防御力直接无敌了。来点可以打真伤的，例如贝尔维斯、阿尔卑斯。齐了。没有想要的，一会儿升级就完事儿了。现在先把塔里克留一下，克加斯一会儿得卖掉。你也准备出约德尔人吗？好像他的输出会更猛一些。完了，完了 ，BBQ 了，咱们的连胜没有了。不开心。潘多拉的装备，平衡预算，这给钱的。回合开始时，随机提供一个随机的约达尔人或一到五个金币，获得三个约达尔人。可是咱们这约达尔人。是每回合都会给一个吗？应该是，咱们拿着这个试一试哈。加农炮弹是最好的破壁者。如果每回合都会给，那这就 happy 了。打不动，根本打不动。见证诺萨斯的力量。想不到他这个运气那么好，直接搞到了两个堡垒卫士文章，这给谁带都超 happy。就是我感觉他输出可能会有一点拉垮。哎，给了两个金币，哇，这次可以啊！那有了这个，咱们还是有机会出一下五约达尔人的。往上面赶快升。哎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咱们也不要着急升了。那还剩啥，咱们赶快去拿这约达尔人不就可以了。
前排站不住脚，打得有点快。一会儿把克烈站上去，凑一个裁决战士。裁决战士二的话，加5%的额外伤害。轮到我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这是德玛西亚，咱们之前差了德玛西亚。我愿悲天悯人，但是确实未必。就是诺克萨斯，又来一个塔里克。简直就是在刮痧。现在已经5.0的攻速了，就是别人别打咱们，一打咱们，咱们就立马嘎，太脆了。什么？这又升了。整装待发。提莫斯。这还多占了一个。极速射击。获得持续40秒70%的攻击速度。哇塞，一枪直接把咱们的后排给干掉了，直接把他压在了棋盘的下面。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，再加上一个三约的人，这样让你们看咱们波比的厉害。又来个克烈，正在报告，我要上喽。我愿悲天悯人，但巨神未必。来吧，铁天美。这还差了两个，这还差了三个。话说这里还有一个刺激英雄复制器，刷了那么多个，凯尔也不给咱们来一个。
干得漂亮。最后一个强化要来喽，不稳定的约德尔配送，美滋滋。第一个痛快，临别赠礼，裁决战士。哦，想不到运气还可以。哼哼哼哼，克烈。地盘是为我建的，只为我。我来教你藤字怎么写。那这样就差提摩了，他是随机配送，如果咱们这都已经升到三星，他应该就不会再给咱们了吧。如果不给的话，每回合给咱们来一个大头，哇塞，那这个属性不就无敌了吗？我应该不会这样。不花钱的低牌，他揍是爽啊。看看一会儿会给咱们来什么，我觉得他来的都是蛮给力的，来了个英雄复制器。他为什么选择了什么都不给呢？升级，四星波比，我看一下他这个怎么败的，不可思议。还有一个刺激英雄复制器呢，呦呦呦呦，都在给他报钱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现在要做的就是升级了，因为已经把他们都给升到三星了。再升级，哇，98。这如果攻速可以无限提升，那得多溜了。界里面你把那个拿走，我来抢这个。你看他什么都不给咱们了。哦，应该是给钱了，因为这个阶段他没有机会给咱们想要的。这还能凑一个司令，这样有1%的几率给咱们。俩金币，二币。钱。看看这回合是给钱还是啥都不给。随机配的，又是只给这一点点。
哦，来了一个贝尔维斯。贝尔维斯好东西，这装备，汲取剑，回头把它卖掉，然后给它带上。咱们还差了一个他。我感觉我这连胜打的太多，将要去打第一了。第一咱们又打不过。哎，不过他这掉血看着掉的挺 happy 啊。他这防御力那么高，我能打得动吗？你可别开玩笑。哦呦，控了一下。哦呦，哦呦，居然还给打赢了。别再给我金币了，我想要大头黑莫丁格。呜、哦、呼呼呼，我这嘴巴是开光了吗？那这个卖掉吧，带一个，然后带两个，然后我们继续升级。这个装备给他带，这个装备再给他带。看能不能来个锁子甲。锁子甲。没锁住。点金器搞一个。一二三。站上去。现在摆在咱们面前，第一击射火炮，然后要不然就是再来一个汲取剑，击射火炮可以拉开距离。五月的矮人最强大的那两个，希望每回合都给咱们来一个黑莫丁格，那就哇咔咔了。哦，德玛西亚少了一个，少了一个无所谓。呜、哦、呼！又给咱们来了一个，这次说我咱们还可以玩一个，四星大头。要不然除了大头，其他啥都不要。先升级，滋滋，咚！又是金币，又是金币。在那给我走，阿里给我走。好吧，这次是给的钱。看看有没有可以给站上去过渡过渡的。站他不如站他了。给波比带好。这个也带上。旋风冲锋龙卷风。
至少咱们的几率会比别人高一点点。虚空，哦吼，八堡垒卫士，而且他还给贝尔维斯带的，咱们打的是他，怎么还给塞纳带了一个？我得把这个贝尔维斯给留下来，搞一个二星的贝尔维斯，其他的多挺一会儿，挺不住咱们就嘎了。亚托克斯不需要，把所有的钱都给刷光，那又太冲动。我刷一下，打这个问题不大，咱们最大的对手就是这个。是不良更待何时？别担心，你可以从失败中学到更多。你看这真实伤害打了多少？这样就能阻碍他们的计划了。为了伟大的科学，其他的咱们不要。我看这个，才拿了一个大头。他给大头没有攻速装，贝尔维斯，哎，贝尔维斯他又没有带堡垒卫士文章，哼，装备俺们俩的一毛一样。不过他的星星比我的高一个，吸血，当，我这枪都撸冒烟了，还是没打过。好家伙，看咱们这里面还差了一个什么裁决战士吗？这个是加伤害的，赛恩搞一个，赛恩再来一个，我转，你终于过来了。之前我这个不是二星，现在是二星了，我看能不能和他再较量较量。B
别逼我跪下来求你。大头不舍得来了。回桑提，我的名字就是力量。回桑提，我的名字就是力量。贝尔维斯不要。大毒王万岁！这样就能阻碍他们的计划了。又是奎桑提。为了伟大。再给我来一个。就差一个，然后咱们用这个复制一下，把它卖了。这次如果能拿到一个大头，咱们输了都值。哦吼！哎呀，让他们。这样就能阻碍他们的计划了。下来，站上去，带好，带好。有能耐你就把我这个直接给我秒了，四星。奎桑提我拿着，这样卡住他奎桑提，这次应该就受不了了吧？他应该会想看一下四星大头。到底是啥样的威力？咚咚，呜呜呜呜呜呜！哇塞，你看看这个炮，根本不讲道理，好不好？贝尔维斯拿了也没啥希望了。因为我有一个二星的。这炮，哎，这样咱们有啥拿啥就可以了。奎桑提，我的名字就是力量。战斗爽！这里还有一个，备战区已满，没满啊。好家伙，一个人根本没法长久把持这个力量。散吧，消失吧，都是钱，又有七十个金币了。其实单挂咱们也能打赢了。等着我去拯救。哼，直接投降了，不玩了，不和你玩了。哇，这局真爽。那好的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